我没有空空呆呆，什么拢会记，袂歹啊，逐项代志拢欢喜。加油，加油！总花的一次是500块。我妈妈几乎每一个课程她都上过，那我觉得在当下呢，可以启发她的一些愉快的波动。这个愉快的波动可以让她回到家里，她的心情会比较平稳。因为有人的互动，她会比较愿意说话。妈妈给我的感觉，她是越来越快乐的。微微有哦，啊，常常出去行行，都在跳。小哥啊，音乐好，我就喜欢音乐。哥哥、爸爸真会弹。